来，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福愿对相寻，皆由三业庄严行人，因诸苦报相与既知是众苦之本，宜因勇猛挫而灭之，灭苦之要唯有忏悔，故今称叹十二见儿，一不作罪，二能忏悔。大众今日将欲忏悔，当竭其心整肃其容，内怀惭愧，悲怅于外。其二种心，则无罪不灭。何者二种心？一惭二愧。惭者惭天，愧者愧人。惭者自能忏悔，灭诸怨怼；愧者能教他人，解诸劫福。惭者能作众善，愧者能见随喜。惭者内自羞耻，愧者发怒向人。以是二法，能令行人得无碍乐。相与今日起大惭愧，作大忏悔，至心求哀，四生六道何以故耳？今言一切众生皆是亲缘，或今为父母，或今为师长，乃至今为兄弟姐妹，一切皆然。良由堕无明网，不复相知。既不相知，多起触恼。以触恼故，怨怼无穷。大众今日觉悟此意，至诚恳测，苦切用心，必令一念感十方佛，一拜断除无量怨怼，等一痛切五体投地，重复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定义佛，南无无量行佛，南无明照佛，南无宝相佛，南无断疑佛，南无善明佛，南无不虚不佛，南无觉悟佛，南无华相佛，南无山主王佛，南无大威德佛，南无遍见佛，南无无量明佛，南无宝天佛，南无注意佛，南无满意佛，南无上赞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无垢佛，南无梵天佛，南无华明佛，南无生差别佛，南无法明佛，南无净见佛，南无德净佛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仰愿三宝同加摄受，令众等所忏除灭，所悔清净。又愿今日同忏悔者，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一切怨怼皆得解脱，一切众苦毕尽消灭，皆悉烦恼永得清净，常辞四趣，自在受身，亲视诸佛，念奉尊迹，六度四等无不备行，具四辩才，得佛实力，向好言身，神通无碍，入金刚心，成等正觉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。四生往返，六道回旋，皆由冤对暗相传，冤障佛哀怜，解释冤牵，万祸纵悠然。南无南圣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南圣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南圣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妙相巍巍，立中天之槁日，慈风荡荡，震大地之春雷。洒甘露于尘心，灌醍醐于沙界，有求皆应，无愿不从。如来说五眼之光明，融会作五时之佛事。上来奉为求忏众等
修从慈悲道场称法金刚第五卷礼诵云州功勋将毕，即五德之高流，沾五天之妙相，燃五分之真香，点五方之汇聚，既赞一音，花杯五色，共转辽为情线，礼佛孝于魁清，坐观诵经，殊功益德，先生回向佛菩提，然后普慈周法界，出身疏利，奉为求忏众等忏未忏之罪垢及未及之圣因，福愿五蕴之云自空，五衰之相不现，五根五力而具足，五盖五脏以消融，八明五种之心花，持守五支之境界，现存眷属，悉五福以贤真，过去宗亲得五明之成就，明末幽沉之泪，苦轮习而共振菩提，愁愁直对之徒，冤业解而同生善道，略略唯闻悔过，细细业果难除，一一养于资流，重重求于忏悔。梁皇忏五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忤逆罪，清正菩萨难圣地，忏文举处醉花杯，解了冤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五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法水洗千由，南圣地菩萨唯愿哀纳受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六，春仙蕊百草胜其青，插芽点出馨香喷，玉幽盏内雪花灰，赵州公案又重新，睡魔王能退，几度黄昏阵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公文：觉皇释迦使六年之苦行，道果圆成，破六欲之天魔，神光闪烁，菩萨其修于六度，为眷属之庄严，身闻正果于六通，作前后之围绕，受记则六合乾坤而震动，说法则六时花语以缤纷，妙德难思，恩光普被，愿垂哀悯，见此为臣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其见慈悲道场忏法，自当第六卷，入坛缘起，香喷六珠，灯燃六天，六花飞六合之乾坤，六位供六天之干相，起手投诚，殷勤悔过，切念求忏众等，因从朗结，果感今生，随逐六根放逸，良由六世攀缘，谈六尘之幻化，造六趣之轮回，往修六念之正因，未圆六度之梵行，生生之内，苦果无穷，世世之中，妄缘不绝。今则心怀悔过，意结金尘，命六合之大德，修六度之忏文，凭六识之恳切，解六趣之牵由，仰叩觉皇，明勋加倍，大慈大悲悯众生，大喜大舍济寒士，向好光明以资言，众等至心归命礼，起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，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牟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六，
解元世节第九之余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先向四生六道忏身恶业。今言有生则苦生，无生则苦灭，而此生者众苦之本，三途俱报，皆由生得。未见他作我受，我作他受，自作其因，自受其果。若一夜成，罪无边际，何况终生所起恶业。今为之有我生，不知有他生；为之有我苦，不知有他苦；为之我求安乐，不知他亦求安乐。以愚痴故，其彼我心生怨亲想，所以怨对骗于六道。若不解结于六道中，何时免离？从结至结，岂不痛哉？相与今日，岂有猛心生大惭愧，作大忏悔，必使一念感时方佛，一拜断除无量怨结。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月面佛，南无宝灯佛，南无宝相佛，南无少明佛，南无座明佛，南无无量音佛，南无维兰佛，南无狮子身佛，南无明义佛，南无无能胜佛，南无功德品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得势佛，南无无边行佛，南无开花佛，南无尽垢佛，南无见一切义佛，南无永力佛，南无富足佛，南无福德佛，南无随时佛，南无广义佛，南无功德尽佛，南无善极灭佛，南无财天佛，南无庆应佛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常精进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若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令四生六道一切众愿同到道场，各个忏谢心念口言，作如是说：众等从无始无明住地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生恶业因缘，或于天道、人道起诸怨结，或于阿修罗道、地狱道起诸怨结，或于恶鬼道、畜生道起诸怨结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令四生六道三世众愿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以今忏悔所忏除灭，所悔清净，三界苦果永不复受，在所生处常值诸佛。又复今日同忏悔者，从无始生死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生恶业因缘于恶道中被起怨结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十恶行，好杀禽兽，断牛羊等，或为田业，或为社宅，或为钱财，更相杀害。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为利养谬赐众生，或期望作揖征究百姓，如是等罪，愿对无量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饥饿众生，或夺人粮食，或逼众生嫌苦，或断人水浆，如是种种恶业怨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杀害众生，但食其肉，或纵三毒鞭打众生，或以毒食四杀众生，如是怨对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远离名师，勤净恶友，从生三业造种种罪，
四情杀害，枉摇无辜，或发彻皮迟，庸色沟渠，恼害水性，诸鱼细虫，或焚烧山野，或射网张罗，水陆众生被加杀害，如是怨怼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无慈悲心，乖平等行，斗称七狂，亲临下列，或破他诚意，超略劫夺，或偷盗他财，以自供给，无有诚信，更相杀害，如是怨怼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无慈悲心，无慈悲行，在六道中于诸众生被加处毒，或鞭打眷属，不以其道，或喜或福，所谢幽闭，或考略策立，刺射伤毁，或斩截残害，波至烧煮，如是怨怼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身三恶业，口四恶业，意三恶业，四众忤逆，诸余不善，无不被作，自是怜悯，不畏鬼神，唯恐我不胜人，人能胜我，或以华门妄足，凌人傲物，作如是愿，或以多闻是达，凌人傲物，作如是愿，或以篇章记忆，凌人傲物，作如是愿，或以夸豪奢侈，凌人傲物，作如是愿，或以辩口立辞，凌人傲物，作如是愿。如是众愿，或于尊相福田边起，或于和尚舍离边起，或于同住上中下座边起，或于同学眷属边起，或于父母亲戚边起，如是怨怼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于天道人道起诸怨结，或于阿修罗道地狱道起诸怨结，或于畜生道恶鬼道乃至十方一切众生边起诸怨结，诸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为嫉妒，或为谄取，自求生进，或为名誉，或为利养，随逐邪见，无有惭愧。如是怨结若轻若重，罪因苦果数量多少，唯有诸佛诸大菩萨尽知尽见。诸佛菩萨当慈念我，若我自从无始生死以来所作重罪，若自作叫他作，见作随喜；若三宝物自取叫他取，见取随喜，或有复藏或不复藏，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，应堕地狱恶鬼畜生，及诸恶趣边地下见受怨怼者，今皆忏悔，愿起除灭。诸佛神力不可思议，愿以慈悲心救护一切，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忏悔往罪，解怨释结，愿令六道怨怼个个欢喜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，一切无碍犹如虚空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结习烦恼毕竟断除，三业清净，众愿永尽，天宫宝殿随意往生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常能修行，百福延伸，万善具足，助手嫩言三昧得金刚身，以一念请遍应六道，更相嫉妒，实无疑余，同坐道场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
同业大众，相与以德，忏悔深罪，则深业清净，所于口过，复是一切怨祸之门。故诸佛戒，不得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当知谄取华慈，构善是非，为患不轻，招报时重。福人处事，心怀独念，口施独言，身行独行，以此三事加害众生。众生被毒，集结怨恨，是心欲报，或现世或愿，或终后从心。如是怨结，被拘六道，更相报复，无有穷尽，皆有宿命，非空所得。当知身三口四，识众恶之源。处俗者，不行忠孝，死入泰山，难有汤火之库。出家者，不要佛法，所生之处，常与恶俱。如此怨对，皆资三业。三业之中，口业实重，乃至祸报，被诸处毒，难晓之业，不觉不知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阿赞多尊者出生于西元1788年，七岁即被送入寺庙学习佛法。21岁时正式成为僧侣。一向四处游方，从未在任何一间寺庙长期停留过。而对每一间寺庙都有贡献的阿赞多尊者，于西元1822年担任瓦拉康的住持后，便停止四处游旅的脚步，一直住席在此。西元1864年，尊者76岁，僧侣人生迈入第55年时，泰国四世皇封阿赞多重迪的尊称。阿赞一般是弟子称呼师父的用语，而重迪是僧皇级的僧侣，在泰国佛教中有崇高的地位。自此，信众开始称尊者为重迪多大师。西元1872年6月22日，星期六晚上12点，84岁的尊者以盘坐的方式圆寂。瓦拉康位于曼谷梅兰河畔，瓦就是寺院的意思，拉康是大钟的意思。寺名即从寺院中矗立的钟楼佛塔而来。瓦拉康除了是阿赞多尊者住席之处外，也是泰国五任的皇家寺院。宁静的大殿中是以庄严的壁画，主尊供奉庄严的释迦牟尼佛。寺院内有尊者像可供信众贴经，供袈裟陪服。阿赞多尊者是以佛牌的结缘为度众方便推广佛法，瓦拉康也以制作佛牌闻名。佛牌是用庙宇的泥土、旧袈裟、鲜花、香灰、五谷和高僧剃下的头发、舍利子制成。泰国人民相信，佩戴佛牌者只要用心善良，会有天神及108罗汉善福庇佑，
凡事顺心，事事如意。走出寺院侧门，即是湄南河畔，小路旁有许多贩卖鱼、鸟、饲料的摊位，方便来寺游客广结施食缘。大众来到河边放生，同时也布施鱼、鸟食物。湄南河上的游船，游客也不断撒下食物。欢喜之余，更愿鱼鸟皆得种下善根，脱离恶趣之身，得善取安乐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众生都想对自己的独生子